福建闽西，位于龙岩市永定区的凤城，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勤劳勇敢的客家人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特有的客家文化。而永定客家提线木偶戏也成为了这里独特的文化符号。木偶戏亦称傀儡戏，福建木偶戏始于唐末南宋年间，在宋末元初，木偶戏随客家迁徙，从中原南迁至闽西，明末清初由上杭传入永定。中唐琴下龙声作，真名。我啊叫江应龙，1965年生，现在55岁了。我22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跟我的师父张汉华学习雕刻。然后40岁的时候就接触了木偶，到现在都10多年了。跟我的做戏的师父，我以前的团长陈喜莲学过戏。2007年，陈喜莲同江玉龙合作，重新组建了荣华堂木偶剧团。剧团主要在各乡镇演出。为了适应市场，荣华堂的提线木偶在传统表演方式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舞蹈和杂技的动作成分。木偶角色分生、旦、丑、净、末等行当，他们的嘴巴眼睛能随曲调旋律张合转动，造型惟妙惟肖，十分精巧别致，既能演古装木偶戏，也能演现代木偶戏，表演的人物生动鲜明，活灵活现，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我们专业雕刻的来说，都是一样雕的，一个生旦丑净，丑啊，那个比较难雕，还有一个那个花脸，这个就比较难雕，这些啊，会动的，里面要机关的，会讲话的时候会要动，那个是比较难雕的。偶头雕刻一般用木质细腻的香樟木，最佳的材料是香樟木的根料。首先通过画中线来定比例，劈去四边角，然后按男女老幼各行当定比例，分3庭5眼，按所属行当面向的要求雕出所需头型白坯，然后雕炉腔，粗分3庭5眼，初定出眉鼻、上额、发际线的位置。按照它的比例，如果我们人的3庭5眼就是一样的，木偶头就是我们的人一样，3庭5眼要把它雕出来。耳朵应于左右两侧中线上，耳洞即为中心，装上钉子用来提线，这根钉子就是木偶的命线。偶头雕刻完，
还要进行全面的磨光，细磨后就可以进行各部件的组装了。这个像这样装下去，然后再把手装上去，然后再这个脚这个靴子放下去，就组成一个木偶，然后再穿衣服，这个工序比较多啊。不同的木偶穿着打扮上也有所不同。妻子张秋莲是制作木偶戏服的师傅，她做戏服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据她说，要制作一件戏服，一般会经过5个步骤：出样、画图、绣花、裁剪、车缝，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在提线木偶中，悬挂木偶的竹杯也是木偶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是提线木偶的竹杯，木偶做好了，木偶连用线连着在这边，然后就演员可以操纵。首先选好竹片，然后画线定点，用锯子把多余的部分锯掉，成型之后打洞挖线槽。再选取准备好的竹枝作为挂钩，挂钩一般长20厘米左右，点上蜡烛，把弯曲的竹钩放火上烤。沾水冷却压直，竹钩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拉弯。最后把竹片和竹钩连接在一起，做成了竹杯。田宫原名雷海清，福建莆田县人，他是八闽各地民间及戏剧界共同崇奉的戏神，同时他也被傀儡戏班尊为木偶祖师爷。这个脚是，就是这个脚没打草脚的，车脚的，啊，而他的身装呢是这个是这样的身装的，哎，在戏班里面他是师傅头。2018年10月，永定区文化馆推荐姜玉龙去福州大学参加了非遗传承培训。我喜欢写文章。因为我写的文章就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永定文史资料里面，我发表了3篇的文章，还是4篇文章。一个呢就是专写我的师父张汉华他汉剧生涯，然后呢又写一篇关于木偶戏中的开台戏与团圆戏，还有写了一篇呢就是木偶戏服装艺术。然后正在要写的是木偶雕刻与传承。虽然他一辈子都在研究木偶戏，从事木偶戏工作，姜玉龙对于未来还是有很多担忧，希望能有人来传承木偶的制作和表演技艺。现在就面临着我们的那个木偶雕刻木偶戏的哈。都会接种了，没人去学啊！就要有人学，就要教他。